大家好，我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老师韩芳。今天将由我和我的助理刘佩琪同学带大家穿越时空，在大同灿烂的古代历史和坎坷的现代经历中穿梭。你知道中国北方的哪些古城？北京、西安。在中国的北方，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界，有这样的一座古城，万里长城从它经过，亿万年前的火山群将它围绕。它做过首都，当过陪都，也被叫做梅都。这座被马可波罗描述为商业发达的宏伟而美丽的城市叫做大同。在公元十一世纪，北方边境战乱频繁，当时名为云州的大同被划给辽朝，契丹人在此建立大同城为西京，地名沿用至今。大同这两个字本身对中国人来说就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大同一词出自公元前五到三世纪写就的儒家经典《礼记》，用来形容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也没有战争的理想世界。可以说，大同一词寄托着对人类美好社会的憧憬。然而历史上的大同却并不太平。大同市位于山西省最北端，与内蒙古以万里长城为界一墙之隔，为中原之屏障，全境北方之门户，且扼晋冀蒙之咽喉要道，自古为军事重镇和战略重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曾发生上千次大小战事。这里也是民族融合的大平台，不同文化碰撞的大舞台。商周时期，游牧民族在此休养生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此争夺霸权。南北朝时期，鲜卑族人建立起北魏帝国，并将国都定在此地。辽金时期，契丹人在这里建立西京，并留下了天下大同的愿景。不同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儒、佛、道三教也是在这里本土化并走向河流。北魏是公元四世纪由一个叫做鲜卑族的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公元398年，大同成为了北魏的都城。那个时候它有另一个名字，平城，平安的平。虽然平城只剩遗址，但北魏给大同留下了许多其他珍贵的遗产。你印象里的中国佛像是这样的吗？线条圆润的面庞，狭长的双眼，饱满的双唇，娇小的鼻梁。但中国的佛像也可以是这样的，轮廓分明，鼻梁高挺，圆眼薄唇，好像西方人的脸庞。这些佛像就在大同的云冈石窟中。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五洲山南侧。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1200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是中国唯一一座皇家建设的石窟群，也是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云
冈石窟的开凿与佛教东传和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佛教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诞生于恒河流域，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形成了融合古印度艺术与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为一体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公元四到五世纪走向兴盛，在这个时期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接受了佛教，并在当时的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相比其他石窟，云冈石窟最具西来样式，其中既有印度西亚艺术元素，也有希腊罗马建筑造型、样貌特征、装饰纹样等。比如在这张图中，你有没有看到古希腊古罗马神庙的影子呢？云冈石窟的开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以皇家开凿为主，最后一个阶段是大同已经不是北魏的首都，这时的开窟者主要是没有随着皇室迁往新都城洛阳的贵族，就像信奉天主教的供养人将自己划入宗教画中一样。最后一个时期的石窟中也有世俗男女供养人排列于龛下。如今通过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云冈研究院建立了 3D 云冈博物馆，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网上参观云冈石窟，了解云冈石窟。2019年，成龙在云冈石窟举办了电影节，吸引了全球的电影人参加，让云冈石窟进一步走向世界。看过了云冈石窟，要寻找另一个北魏宝藏，就要向大同市东北方向前进了。悬空寺位于大同浑源县衡山上，悬空寺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古时候这里经常发大水，河水泛滥成灾，人们以为有一条金龙作祟，便想建一座寺庙镇压，于是就在这百丈悬崖上建造了悬空寺。历代对悬空寺都有做过修缮，在金代之前，这座寺庙中就同时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它也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座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以前这里是南去五台山、北往大同的交通要道，悬空寺建在此地，可以方便来往的信徒朝拜。抬头仰望悬空寺，支撑它的是几十根碗口粗的木桩，嵌入赤色崖壁之中，所以有人用悬空寺半透空、三根马尾空中吊来形容它的极限。就连见多识广的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游览悬空寺以后，也在岩石上留下了壮观二字。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壮字多了一点。李白是中国最有名的古代诗人，据说他只要有酒喝就有诗作，这两个字也是他醉醺醺的时候写的。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错了，他说加这一点是因为悬空寺的景色比壮观还多一点。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
可以说是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北方的历史进入了辽金时期。辽金时期的西京大同不仅是我国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是大同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辽金时期的大同教育发达，科举兴盛，名家辈出。西京地区浓厚的文化氛围对培养出大批进士和文人有着极大的影响。不论是北魏的鲜卑人，还是辽金时期的契丹人和女真人，都在方方面面向汉族学习。而对于科举制的推崇和其他鼓励科教的文化政策一起，大大促进了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大同继续扮演了自己民族熔炉的角色。西京的大同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各民族频繁往来，曾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烙印。多种元素的融合共同创造出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鲜明特色的西京文化。辽金西京大同府是漠北和中原联系的交通枢纽和咽喉，也是周围地区的商品集散地。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边塞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同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市场，热闹非凡。在这里可以买到许多在当时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在这一时期独具特色的文化古迹颇多，其中以华严寺、纯阳宫最为有名。华严寺的名字依佛教经典《华严经》取意而来。大同华严寺在辽金时代是作为中国北方佛家的活动中心，有着特殊的地位。辽代的帝王们对于华严经非常推崇，其中一位道宗可以称为是狂热信徒，他致力佛学，精通梵文，并多次出台政策普及佛教知识。辽清宁八年，道宗来到大同府，下令在此建立华严寺，为的是将自己的经书藏于这里，并且以此可以更大力度地宣扬华严教。大华严寺由此诞生。另外，大华严寺不仅弘扬佛法，还是辽代皇帝的祖庙，也是皇家家祭的重要场所。因此，华严寺也是传承孝顺这一传统美德，宣扬家庭和睦、团结友爱的重要载体。华严寺的主体是大雄宝殿，这里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也是僧众招募集中修行的地方。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的塑像。关于大雄宝殿有一个传说，相传有四个人碰在一起正说大话，而如来佛经过时听到他们互相吹嘘，称自己力大无穷。如来佛便为一位老者说，既然你们有这么大的劲儿，就试试看能不能抬起我这个老头子。这四个人不服，等老翁坐好后，他们就来抬他。虽然老翁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但他们使了很大的劲儿，也抬不起来。老头子给他们个个压得弯腰驼背，上气不接下气。从那时起，如来佛就把他们压在大雄宝座之下，寓意压住了人性之恶。从辽代一直到1945年，华严寺经历了各种变迁，尤其是战争的破坏。2000年以后，
华严寺得到大力修缮，因此现在的华严寺中多为金代和现代建筑。如今的华严寺或鸟语花香，或满树梨花，听着随风吟唱的铃铛，今天的香客们在佛前叩拜，游人们在寺中游览，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繁华的现代生活中享受着这跨越千年的宁静与对和平的向往。说到道教，大部分人都会想到《道德经》，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宗教，并不是哲学。道教追求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它是一个多神教。中国神话中的许多人物都来自道教。山西是道教大师吕洞宾的故乡，在山西有三座纯阳宫，大同纯阳宫是其中之一，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也被称为北宫。你也许早就听过阴阳这个汉语词，那么阴阳到底指什么呢？纯阳又是什么意思呢？古代中国人认为阴阳二气合成宇宙万物，火为纯阳，水为纯阴，纯阳的意思就是纯一的阳气，这也是吕洞宾的别号。虽然吕洞宾是道教的神仙，但他在历史上真的存在。相传吕洞宾出身唐朝名门，不仅生活富足，而且聪明过人，但他厌倦官场，于是隐居山林。后来在一位仙人的培养下得道成仙。成仙后的吕洞宾时常救助贫穷和生病的人，被奉为医神，同时因为天资聪颖，他也被奉为科考之神。吕洞宾是山西人，在13世纪的金末元初，人们在山西从北到南建立了三座纯阳宫，供奉吕洞宾。明代万历年间对大同纯阳宫进行了重修，清代乾隆年间也曾对其进行了整修与扩建，集庙宇园林风格为一体。今天大同纯阳宫仍是举行道教仪式的场所，但即使你对宗教不太了解，纯阳宫也会以它另外一面打动你。除了各类塔楼和庙宇以外，这里还有园林，春有花，秋有果，冬有青，一面红墙将纷扰的世界关在门外。在听雨亭里，你可以想象着几百年前古人就在这里下棋弹琴，跟我们看着同样的景色，呼吸着同一份静谧。下面就请我的助理刘佩琪同学带大家从中世纪开始游览，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大同。我是韩芳老师的助理刘佩琪同学，下面的内容将由我为大家展示。明清时期的大同是九边重镇之首，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虽然战争时有发生，但随着贸易的兴起，大同仍逐渐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转站，各国商品和文化在此交汇。明清时期的大同给我们留下了华丽的代王府、精美的九龙壁、宏伟的鼓楼、庄严的文庙，但有一处建筑尤为特别，它并不像其他建筑一样有显赫的皇家背景，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中外文化交往的见证者。在大同的街头，
你可以看见不少店铺上都有阿拉伯文，这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回族人的店铺，回族人大部分都是穆斯林，而大同的穆斯林文化也是由来已久。离纯阳宫不远的大清真寺见证了这段上千年的历史，如果你路过它，应该猜不到它是一座清真寺。与一般人印象中的清真寺圆顶建筑不同，这座清真寺融合了汉族和阿拉伯建筑的风格，正如它所见证的历史一样。大同清真大寺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唐朝，那正是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年代。大同是中国伊斯兰教最早传入地之一，现在的清真寺建筑主体为典型的明清时期，也就是13到19世纪。清真寺建筑风格有中式典型的飞鲁翘角，门楣悬挂阿拉伯文匾额。大同清真大寺保留了许多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放于大殿门前的元代陨石上刻有阿拉伯文和汉语双语的古兰经，大殿门头的阿文经字匾由清朝时穆斯林捐资造成，寺内有清朝皇帝康熙的圣谕。此外，寺内还藏有历代古兰经的手抄本和刻印本。历史上的大同清真寺不仅是一座寺院，还包含着回民小学、阿訇起居室等，是大同阿拉伯文教学和穆斯林文化传承的中心。纵观大同的历史，它的命运多舛，会让人联想起作家马尔克斯名篇《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座哥伦比亚北方城市卡塔赫纳。它是哥伦比亚北方重要的港口，也是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是当地的古城之一，也是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和大同一样，它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因此以军事要塞闻名于天下。16世纪中期，卡塔赫纳就成为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是拉美加勒比海的贸易中心，无数的商品财富都在这里周转，也让它成为了一个文化融合的中心。卡塔赫纳17世纪初曾为拉美的第三大城市，18世纪起逐渐衰落。1917年以后，随着马达雷纳河流域油田的开发，再度繁荣了起来。大同也有相似的境遇，辽金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向东南沿海迁徙，大同的繁荣不比当年。但近代以来，随着煤矿资源的开发，大同再一次站在了人们目光的中央。然而资源的开发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曾是笼罩在大同人心中的乌云。但是随着城市的转型，如今的大同不仅天蓝水清，而且成为了新的旅游热门城市。大同曾经拥有着中国最大的煤矿，储量多，易于开采，开采出来的成品也极具质量，尤其以出产优质的动力煤著称于世，在世界煤炭工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很多人都享受过大同煤矿的福利，大同的煤炭通过电厂给人们送去了光明，通过一条条供暖管道，在每年的寒冬给北方的家庭带去温暖。但大同的煤矿开采并非近代才有的事，其历史古老到无法追溯。
有考古发掘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煤炭取火。从那时的原始开发到近现代的工业化开发，大同的煤炭不仅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必不可少，也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09年，大同宝晋矿物分公司成立，大同煤矿进入了现代大工业时期，但这一发展过程充满了艰辛，日本侵略战争和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军阀混战，让大同煤矿业的发展举步维艰。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的发展，对煤炭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大同煤矿的开采量也飞速提升。数据显示，到1984年，大同煤矿的产量达到惊人的2817万吨每年。大同煤矿成了中国工业化巨大的输血包和强大的支柱。然而，繁荣的背后埋藏着隐患。首先，除了大型煤矿公司，大同违规开采小型私人矿井屡禁不止，矿井事故频发，安全问题巨大。其次，持续世纪之久的资源开采利用，给大同乃至全华北地区带来了可怕的环境问题。煤炭为主的化石资源的过分使用，其弊病在21世纪日益显现。那么，面对这些问题，大同人民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的目光回到大同云冈石窟。许多人啊，并不知道，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它还是一个煤矿。它的东西南北都有煤矿资源，尤其是东面是同煤集团的晋华官矿，这是大同的主要矿井之一。2004年，开采量达到了198万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金山。但今天，当我们站在云冈石窟的高处眺望，原本应该是一片热闹非凡的矿坑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绿油油的树木。为了保护脆弱的云冈石窟，大同人做出了自己的牺牲，毅然放弃开采，迁往别处，植树造林，稳定水土，并把原来尘土飞扬的矿坑变成了供游客游览的博物馆。博物馆里记录着大同煤矿悠久的历史，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矿工故事。但在我眼中，这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故事记录的是大同人民对环境的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对家乡的爱。另一个大同市经济转型的见证者，就是重建起来的大同古城。时过境迁，曾经的古都变为了煤都，煤都又变回了古都。2016年，在当时市长耿延波的带领下，大同开始修复明清时期的古城，重建城墙。当时的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中国市长》，记录了古城重建过程中艰难又感人的点点滴滴。今天，古城似乎找回了曾经两朝陪都的繁华，古城内的大小店铺热闹非凡，来散步参观的人们也是络绎不绝。无论是古城内还是古城墙上，都有着值得一看的风景。
大同不再是默默无闻的重工业城市，它摇身一变成了贾樟柯电影中的主角，成为了摄影师镜头中的艺术，成为了音乐家的灵感，成了众多艺术家的舞台和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说到大同美食，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刀削面。相传蒙古鞑靼进入中原，将每户的金属物没收，规定十户共用一把厨刀，轮流使用后再交回。传说有一天，一位老婆婆要和面做面条，让老汉去取刀，结果刀被别人取走了。回家的路上，老汉捡到一块铁皮揣在怀里，回家后锅开得直响，就索性用怀里的铁皮代替刀做了面条。大同人的饮食习惯兼具着北方汉族爱吃面的特点和北方游牧民族爱吃肉的特点。羊肉是大同菜里常见的原料，除了羊肉，其他的原料也不浪费。很多大同人会用一碗热腾腾的羊杂开启一天的生活。在北方的大部分地方，饺子是过年过节甚至是婚宴上的传统主食，但是在大同，油糕才是主角。在寒冷干旱的黄土高原上，油糕的原料黍子曾经是人们碗中常见的主食之一。大同人说，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虽然现在饮食的选择非常多，但大同人结婚吃糕，搬家吃糕，招待客人吃糕，过生日吃糕，升学吃糕，寓意步步高升。你家乡历史最悠久的餐厅是哪个？它开了多久了？在大同有一家餐厅已经500多岁了，它叫做凤临阁，意为凤凰降临的楼宇。传说该餐厅始建于15世纪末，原来的女主人叫凤姐，当时的皇帝微服私访到大同时爱上了她。但凤临阁并不只是因为这段轶事而出名。说到大同美食，凤临阁的百花烧麦必须榜上有名。它有多好吃呢？好吃到清朝太后慈禧逃难路上还不忘来上这么一顿。不知道是餐厅因为烧麦出名，还是这传说造就了百花烧麦的名气，但凤临阁餐厅到现在也还用百花烧麦招待着五湖四海的宾客。在大同古城内的梁思成纪念馆里刻着这样一段话，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记忆，尤其是历史文化之城。无论是古风遗韵，还是特殊阶段的喧嚣动荡，无论是昔日的车辙烟火，还是今日的富裕祥和，都是一条脉，一条城市的文脉。它精辟地诠释了大同的昨天、今天，还有明天。